我毕竟是一个十个人头的，你。打不过。豆子是谁？豆子是这里的一个观众。不过我们的特尔很强哦，刚刚特尔发了个胜率很高，哎呀，这个一技能有点小白痴。哇，这么好的哟，谢谢。有这么帮我一下，我快很多的。哎呀，我现在手有点冷啊，一技能都用不好哦。用纳克罗斯把手感打回来，断一下这个连败。没事。我们有拿到优势。哎呦，塔拉塔杀吗？他没出来。哎呦，我们中路是掉残了，我才看到，这么夸张。这边要药。先要补充一下状态了。吸一波血，清完这波野区应该血量回的差不多。哟，这么秀。慢慢来。哎呦，还行。哎，糟糕！美娜这波打得好啊！哇，没挑飞到就炸了他。Nice！ 夜叉来了。不行，这波不知道往哪打了，这个状态又不好，又不能再进场。我要先拿蓝，等一，因为这个蓝不拿，有机会被塔拉抢，塔拉带自残。
没框住就可惜了。可以给夜叉给一点人头吧，人头都我拿的话，队友经济发育不起来。等夜叉自己可以打，就是能压着那个超人来打的时候，就可以有一个多一个分推的路可以选。人头有赢，其实我们是在被压制，我们打不出去，貂蝉的支援能力不强啊。然后打出去的话，对方也有个塔拉，有个超人，好难打出去啊。我经济也没刷到压制性，我经济压制性的话还可以。嗯，没挑飞的。这超人好烦啊，一直来。哇，我这个一技能用的有点不好。这波他们爆了，这波貂蝉跟美娜好像有配合到了，对方整个在我们的控制链上面。差点就出大事情了。他来了就不打，他不来我就可以偷得掉。我的一剑还是用的不太好，其实刚刚前期有两三波我是应该要挑飞到的嘛，然后没挑飞到。我看到那个超人在小地图 原地转，我就知道他被夜叉框住了。夜叉呢？差点就出事情了，别急。哇，超人硬生生把我们的特撞死，在上路。三刀，请求集合。哇哟哟哟！差点就出大圣级了。
没开出来大招，哎呦，差点就出大事情了，被原地控在这了。哇，还好。我的攻速怎么这么慢啊？我觉得。我的攻速怎么比我想象中慢了呀？我毕竟是一个十个人头的，你，打不过，我毕竟是个十个人头都打不过你，你这都我。大风在左边啊，你真在逗我，我十个人头打不过你啊，我服，我就服塔啦。天哪，他是什么装备啊，我打不过他。哇，都是物理防御。一波啊，夜长梦多呀，快点一波啊。夜长梦多，哇！我不想夜长梦多了，赶快赶快！夜长梦多，还行，一波了，不能夜长梦多，别啊，别！哎呀，早知道我就不去破这个主板了。临死这一局就很漂亮的战绩啊！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36、31，我砍伤也最高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19年我第一次开台，然后呢会在开台的时候跟大家聊半个小时天，还有一个510点的点券抽。